Welcome, Divine Messiah, the womb in silence waits the day when hope shall sing its triumph and sadness flee away. Sweet Savior, haste, come to earth, dispel the night and show thy face, and bid us hail the dawn of grace. O come, divine Messiah, the world in silence waits the day when hope shall sing its triumph and sadness flee away.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共用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已经是将临期最后一个主日，第四主日，到嚟紧礼拜五就会是圣诞节，今年非常之不平凡的圣诞，非常之不同的一个圣诞，但是冇嘢可以改变，事实就是耶稣的确来了，耶稣的确会再来，耶稣的确每天每时每刻愿意住在我们心中。也特别，就算我哋喺网上参与弥撒，喺弥撒呢一个每天嘅事实之中，耶稣真实地临在圣体圣血之中，让我哋所以怀住信心，无论环境。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内在坚定地、坚持地、平安喜乐地去护守住这个不会变的信念，就是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一切之中，有祂在处，我们无惧怕。让我们怀住信心，怀住喜悦、欢迎的心情，承认我们的罪过，准备进入这个与主相遇的弥撒圣祭。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将你的恩宠倾注我们心中，我们因天使的传报知道你圣子基督降生人世，愿我们仰赖他的苦难和十字架，迈向复活的光荣。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共读撒母耳记下。那时候达美王住在宫殿里，上主赐他安享太平，不为四周仇敌所侵扰。君王于是对纳唐先知说：请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纳唐回答君王说：你心里打算的，你全可照办，因为上主与你同在。但是当夜就有上主的话传于纳唐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美，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离开放羊的工作，作我民以色列的领袖。你不论到哪里去，我总是皆同你，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们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在那里久住，再也不受惊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有如自从我为我们以色列立了民长以来一样。我要赐他们安宁，不受仇敌的骚扰。上主也告诉你，他要为你建立家室，当你的日子期满，与你祖先长眠时，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
即你所生的儿子，我必巩固他的王权，我要作他的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你的家室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我要永永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我要永永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我要永永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要世世代代称扬你的信实。你原说过我的恩宠要永远奠定，就如你在天上确定了你的信实。我要永永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我同我拣选的人立了契约，向我的仆人达未起了盟誓。我要永远巩固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建立你的宝座。我要永永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他要称赞我说，你是我的大父，是我救恩的磐石，是我的天主。我同他永远保持我的慈爱，我同他所立的盟约永远不得破坏。我要永永远远歌颂上主的恩宠。共读圣保禄中途之罗马人书。弟兄姊妹们，愿光荣归于天主，他有能力坚固你们，使你们合乎我所传播的福音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并合乎所启示的奥秘。这奥秘从永远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现今却彰显了，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藉着先知的经书晓谕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愿光荣赖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世。阿们。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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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纳亚一座名叫纳泽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美家族中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玛利亚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美的预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老年仍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
因为在天主前是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神父讲过了，今天去到这个第20号了，我们17、18、19、20第四天啊，这个圣诞前八日啊，咁啊，神父讲过咧，呢几日咧就会有特别嘅呼号啊，对呢个嚟将要来临嘅麦西亚啊，咁啊，虽然有八天咧，咁啊，原来系得七个呼号嘅，因为到24号咧，因为呢个系晚土嘅呼号嚟嘅，24号晚咧已经系圣诞节正式开始庆祝啦，咁所以24号咧就冇特别嘅称呼啦，咁但所以我哋啱啱就嚟到七日里边嘅正中啊，第四天中间，17号咧我哋就话系智慧啊，系咪啊？18号咧就系、讲呢个阿多拉呢个旧约嘅主啊，呢个大能嘅主啊嚟拯救我哋嘅主。跟住上次咧就讲到约瑟嘅根啊，约瑟嘅根就系、是、讲及呢个耶稣藉人啊嘅血脉咧嗰个根源啊，约瑟嘅根。今日咧就系、是、达美嘅约士啊，或者同埋佢嘅权柄啊，达美嘅约士同埋佢权柄就讲到达美嘅王。向将来会嚟指向嗰、那个，咁我哋见到咧今日嘅读经里边咧都有讲及呢样嘢喺读经一嗰度系咪啊？达美咧就要为天主起一座圣殿，但系天主话我从来都系住喺帐幕，以前都冇要求过呢样嘢，因为实在天主都唔系真系即系临即系都唔系住喺个约柜里边，约柜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将要来嗰、那个，将要去与我哋。人的血肉合而为一那个指向耶稣的一。所以那个未需要起个圣殿字。但是达美有这个渴求，天主很赞赏。但是说既然你是有这个渴求，我就告诉你一个预言，就是你的子孙你的骨肉会承受你的王权，你的约士你的权杖统治以色列家直到永远。睇落去咧，喺个文字嗰度咧就啊，系撒罗门啊，佢嘅儿子承继佢嗰个吓，好充满智慧嘅一个，好聪明嘅一个人啊。咁但系佢嘅国亡咗啊，佢嘅国亡咗。达美嘅皇室唔系持续咗好耐，好短嘅时间喺世界嘅历史里边一个好短嘅一个皇族啊，唔系好多代之后就完咗啦啊。好多嘅皇帝咧都系做几年就死啊。咁結果咧，真係好嘅皇帝咧，數數埋埋唔係咁多個，啊數數埋埋都係得嗰五六個，即都係佔少數，大部分嘅都係唔得嘅。咁你見到即係啊，咁呢個似乎佢呢個承諾係咪冇咗咧？咁佢哋就明白到，唔係，係指向再之後嘅，再之後嗰個係邊個啊？就係達美之子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所以你見到喺今日嘅福音嗰度咧，當聖母領報嘅時候咧，天使都係話俾佢知，這個就係達美。那个要来那个他的子孙，达美要来的子孙就是圣神要用这个不可想象的方法在你的怀中童贞地怀孕，童贞怀孕。今天的福音呢讲过很多次，最近几次的圣母的节日我们都默想过，都讲过了，8号、12号都已经看过了，所以在这里不会讲得太多。咁但係咧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啊，日子真係將近，耶穌真係我哋睇到咧，即係應驗咗以色列民嘅渴求擔待。咁呢個第一樣嘢一個思想就係、是、啊，猶太人今天因為佢哋未接受耶穌係麥西亞咧，仲等緊麥西亞嘅來臨。啊，猶太人仍然係等緊麥西亞嘅來臨，但係麥西亞已經嚟咗，已經升咗天。已经建立了教会，已经用圣事的方法，用隐藏的方法呢，继续在所有信徒的心里面已经活在了。我们要为我们的犹太人的弟兄姊妹呢，要为他们祈祷。天主打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到耶稣来了，麦西亚来了，希望他们能够可以见到，可以领受到，可以拥抱到，可以跟随到，可以被他去充满。原来是
渴求渴求咧，渴求咗咁耐，我哋都要好佩服啊！佢哋渴求咗几千年啊，仍然系持守住，仍然系持守住呢个信念，就系天主会拯救。咁所以我哋身上咧，我哋都要睇到就系、是、哇，点解我哋即系我哋咁得益啊？我哋咁得福啊！有耶稣，我哋接受咗耶稣嘅教导啊，默西亚嚟咗啦，满全咗啦，死而复活啦，清洗咗我哋嘅罪恶啦。点解我哋咁容易会放弃咧？有时咁容易会被一啲外在嘅一啲嘅波动咧，令到我哋失去咗信念，失去咗信仰咧。相比于犹太人，佢哋几千年仍然持守住咧，我哋都要学习学习，就系话，佢哋未得到都咁持守，我哋得到嘅应该更加雀跃地、更加稳固地、更加能够充满喜乐同埋信念地咧，将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将救主就在活在我生命里边嗰份嘅无比嘅充满满足喜乐咧，应该时时可以挂起我哋嘅心里边、我哋嘅面上边、我哋嘅行动里边、我哋嘅思想由内至外嘅推动嘅每一个步骤里边。我哋唔可能应该要继续埋怨啊，系啦，我哋唔可能应该要容许呢啲负面嘅思想啊，呢啲沮丧嘅思念啊，呢啲唔信靠噶，呢啲偏离嘅呢啲黑暗嘅思想咧，去盘踞我哋。我哋实在太过即系俾天主眷顾咗啦，真系实在太伟大啦。呢个第一样嘢，我哋要捉紧住。真实的，他是真实的，他满全了这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他是来救拔的，是光来到我们当中，是没有样东西他是做不到的。天使跟圣母讲就是说，你看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要成就的事是必然会成就的。我们就是欢迎着、庆祝着、接纳着、拥抱着，是每天的这个期盼将临，也都是拥抱已经在这里的主基督。他是这个有权柄的，有这个钥匙的。在这个呼号这个达美的钥匙那里，他说一开始就是说他，所以他开了的门冇人可以闩嘅，佢闩咗个门，冇人可以开嘅。佢要成就嘅嘢，必然会成就。而天主必定要成就嘅，就系召叫万民去跟随佢，召叫万民去跟随佢，去释放所有喺罪恶中被囚禁嘅人。呢个就系救主嘅心愿。我哋亦都要参与呢一样嘢。我哋亦都要欢乐地去参与呢样嘢，我哋都要勤奋地将呢样嘢成为我哋每天生活嘅核心。每天生活嘅核心，救主嚟到我哋庆祝就系话，我哋有救啦，我哋已经在救恩之中啦。咁呢个系我哋嘅使命。当我哋去投入呢个使命里边咧，我哋会见到好多嘅奇迹会出现。当我投入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救主是在做很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从来有很多教友从来没有投入过这个信念里面。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是流过眼泪的，花过心血的。所以他们很难体会到的。当我们没有投入到真的为这件事紧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人生是很平好平淡嘅，好冇乜嘢咁嘅，所以我哋周围揾世界嘅刺激咧，但世界嘅刺激咧系一瞬即逝，好似浪花咁，即系翻翻转头睇翻，咪又系咁，咪又系咁，有咩嘢？冇嘢噶，冇嘢，系嘛？就算当时嗰刻几刺激都好，都冇嘢噶，咁就要揾更刺激嘅嘢。跟住覺得又係冇嘢噶，就好似吸毒咁上咗癮咁，即係永遠都唔夠嘅。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當我哋將我哋專注於天主要救靈，每一刻原來我所經歷嘅每一樣嘢都可以救靈。喜樂嘅時候，我同人分享見證，
悲痛重、有重担的时候，我奉献，我喜乐地接受，平静地去忍耐，然后奉献、为别人去用爱，去用 慈祥的心去包容的时候，你慢慢见到，嗯，深一层这个人有美丽的地方，见到他扩大，好神奇，是好神奇。跟住见到就是，哇，天主你好好奇妙啊，好奇妙。特别我哋喺个坚忍而保持住嗰个微笑、喜乐、关怀嘅时候咧，会发觉人哋好多锁咗嘅门会打开，好多唔愿意被接触嘅人会亲近，会见到一啲好美丽嘅事情发生。我哋为人祈祷，我哋为人奉守，我哋为人关注，为人拥抱我哋身边嘅人嘅时候，我哋会感觉到一个开花嘅灿烂。好多奇妙嘅嘢就会见到。主耶稣，求你快来。主耶稣，求你让我快快见到你已在我身边。主耶稣，求你再一次拉近我嘅心，去同你嘅心结合。主耶稣，你真是我嘅救主。主耶稣，我愿意参与你救世嘅工作。我愿意进入去你救世嘅胜利之中，嗰份嘅喜乐之中，嗰份同你四散嘅子女再一次拥抱，嗰份嘅兴高采烈之中。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我们一同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爵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祈求上主。我们祈求、整个教会在这个、准备今年一个很不同的圣诞当中呢，能够坚忍持守这个、活出耶稣的确在我们中间的这份的信念、这份的、信德和望德、这份、坚定的磐石、那份的、知道耶稣在我们当中呢所能够有那份的力量、那份的关怀，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喜乐、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标记、光明的标记，让我们在自身的教会 教友的生活里面能够照亮别人，能够安慰别人，能够赋予我们身边的人希望和喜乐。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辅正我们，为各处各地的主教同埋神职人员祈祷。喺呢个不平凡嘅一年咧，好多主教同埋主任司铎都好攰啊，好多嘅信友嘅问题啊，困扰啊，好多佢哋嘅可能要发泄嘅愤怒啊、惊慌啊，可能对一啲佢自身不舒服嘅嘢，可能对神职人员一啲嘅抨击啊、一啲嘅埋怨啊、一些的
過量的要求，令到不少主教呢都很苦惱，令到很多神父呢都覺得很困苦，很難去服務到他們的教友之餘，他們自己又覺得 很有缺乏。祈求天主給他們鼓勵，祈求天主給他們一個更新，裡至外的一個更新，求天主給他們這個耶穌的確臨在於聖誕這個佳節的這份的平安和充滿，求天主賜予他們智慧，給他們靈魂上的安息，再做同聲，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在這個時間呢最受困擾的、最受波動的弟兄姊妹，無論是經濟上的壓力，無論是不能夠如常地慶祝聖誕 的困苦，心靈上的這個思想上的種種的困擾的不能夠，對將來的絕望恐懼，種種的憤怒，求天主能夠可以來到每一個這些最受困擾的人的身邊去鼓勵支持他們。我們特別都為是因為高危的緣故，因為在醫院啊、老人院啊、長期護理院啊、種種的不同的 institution 裡面呢，要隔離啊、孤寂的過這個節日的弟兄姊妹，求天主教導我們怎樣去陪同他們，怎樣去讓他們知道呢我們跟他一起的，教導我們，譬如給個電話他們啊，或者去送一些的給個 care package 給他們啊，讓他們知道我們是關心他們啊，讓他們知道呢我們都是一起去面對，共同去受同一個的苦惱的困苦的時間，好讓我們也都共同能夠可以喜樂。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這時間所有的病人，醫院裡面特別是患重病，特別是母親人在身邊鼓勵，也都可能沒有人在身邊去為他們一起祈禱的弟兄姊妹，求天主去陪同他們，祝福他們，也都給他們早日的痊癒。特別是疫症患了疫症的弟兄姊妹，求天主能够医好他们。我们为临终者祈祷，我们为亡者祈祷，愿天主引领这些灵魂可以依附他，能够奔向天国。我们为前线的医生、护理人员、种种的地方、医院、诊所里面，求天主赐予他们力量、坚忍的心，可以在这个时间可以共度难关之余，可以将天主的临在去带到病人的身边。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慈的天父，求你眷顾 回应我们的呼叫，助佑我们就算身边种种的忧患之中，能够可以知道你的实在在我们中间。愿所求是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为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赐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为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赐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你曾以圣神的德能充满了荣福玛利亚的身心，求你藉同一圣神
圣化我们呈献在你祭台上的礼品，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先知曾预言基督的来临，童贞圣母以无可言喻的爱情孕育了他，约翰作他的前驱，并指出他已在人间。基督使我们欢欣期待他诞生的奥迹，好使他再来时看见我们醒悟祈祷，欢跃赞颂。为此，我们联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和全体天君，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你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物，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好能时时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迹。他在被出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救世的恩主，你藉着苦难及苦患，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们。上主，因此我们纪念你的圣子，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的光荣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设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
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因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途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看，有位贞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领受了你圣子的体血，获得永恒救恩的保证。愿这带来救恩的庆节越接近，我们也越加虔诚准备心灵，以庆祝你圣子降生的奥迹。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哋献上慈悲串经，特别系为临终者、亡者，最需要灵魂被拯救者，喺此刻在黑暗中、喺困扰中，种种嘅灵性上、心灵上、肉躯上嘅压迫、困苦之中嘅弟兄姊妹，求天主救拔佢哋。辅助他们，让他们知道救主已近，就在身边。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人，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就搬在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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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慈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慈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慈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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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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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